抓抓抓抓抓抓谁？快拦住我了！看你往哪跑！园长，哎，怎么？开发商的那位彭总来了，还带了一大车东西，说是要慰问幼儿园，您去看看吧。甜甜，爸爸，哎，你现在当老鹰，带着他们玩啊！啊，好的，你得守着啊。开始，来，我们开始吧。一定要走出去。是吧？看看人家国外的幼儿教育，对于提升你们的眼界、开阔你们的见识啊，有特别大的帮助。我个人比较建议呢，去英国，我读书那个城市就非常的不错。哎，彭总，您说出趟国得多不容易呀、啊？我们又不像您条件那么好。哎呀，就是，我要像您一样是个富二代，我也就不用干幼师了。您说是不是？哎，这话说的。这跟你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，努力最重要，知道吗？哎，彭总，嗯，你们家培养您肯定花了不少钱吧？家里是做什么大生意的？嘿呦，彭总驾到！哎呦，二哥！哎呀，园长，提前打个招呼，怎么也得弄个欢迎仪式啊！这话说的，我大老远送慰问品来的，我可没招你啊！好嘞，替老师跟孩子们谢谢你。哇，哎，你们这儿别看着彭总帅就没事不走了，赶紧给司机师傅搭把手卸货。哎，坐坐坐。哎呀，大哥，缓过来了。嗯，三年了，要说不想了那是假的，可这要天天的想，谁也受不了啊。再说这还有儿子呢。真的，谁都不容易，您是条汉子，不敢当。你们怎么样？听老三说干得不错、啊，还行吧。这三哥他怎么了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咱不说这个啊。哎，你小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就是憋着屁来的。你这慰问品就是糖衣炮弹，得嘞，糖衣我吃了，这炮弹怎么个意思啊？啊，直来直去说。